梅花，梅花，这么努力洗去你的冰雪，你可要快快长大哟。我找梅儿。你小子是谁？敢在我梅大面前提那败家子？去去去，我可忙得很，没空没空。你既是梅大，这次话给你，替我找梅儿。这什么字画？哪幅字画就想收买我？这是曹不兴的精品啊，是我给老二骗去卖的，五龙虎图啊。嘿嘿，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老二就正厅右侧厢房里替你看病，你走进去就找到了他。我有杏花酒。什么杏花酒？我记得梅赫先生说过，若谁敢阻他喝杏花酒，那便是不要命了。不知道，先生你进去吧。安吉先生注意，千万不要打扰病者。这么简单，这边有一个日记。妙手三不字哦，是一个秘籍，阅读完会得到一个秘籍。洗冤录，验尸。不了，这是看你是好玩吗？我是觉得还不错啊，只是因为我要开台才能玩，所以玩的时间会比较慢一点。好像就这样子啊。这个价格也不贵了。你这咳嗽的毛病听到有十几年了吧？不错，不愧是梅二先生，听音就能辨别病症。如是说来，你还是莫要再喝的好，就隔壁伤肺，再喝只怕伤肺。我还有肺可伤吗？只怕我的肺早已烂光，既然都烂光了，何不再多喝几杯？哼，这我扫兴了。即使如此，你我还是赶紧再多喝几杯吧。不错不错，那既然要喝，外面的兄弟不如也进来喝一杯吧。果然是你，你的步伐很特别。遇见你之前，我只在关外见过一次。小兄弟，你我可真有缘。我不是来找你的，啊。那么梅二先生这杯酒喝得先放缓了。诶，什么时候不来，偏偏找这时候。小子你听说过吧，我庙南中梅二治病是有原则的。很不巧我这儿已经有病人，你又是来治病，那便请回吧。我不治病，我有话问你。不错，看人一中的动作一如传闻的快，他竟是来问你魏阳兰金家之案验尸之事。是。你可记得八年前替杨南金家家族验尸之事？那是金锁王那起旧案子。你竟然真是仁义庄的人。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仁义庄还没放弃追讨像这样的旧案，又发生如此的大事。而且李探花你竟然也在场，恰巧路过，借杯酒罢了。哼，我们要郎中都直说，李探花，你如今之所以病得不可救药，酒还是其次，最大的原因就是你曾经恰巧路过了太多大小事。唉，确实，我路过哪里都没有好事，不提也罢。
正是你不提那些事，便钻入心肺骨髓，成了正在害你的宿疾，拔也拔不掉。我今日要治你，便偏要接你这桩你恰巧路过又知道太多的事。小子，你有什么要问的，快问吧。听锁王的致命伤是天魔所致。听锁王身上致命伤确实是天魔掌法所致，这点毋庸置疑。此案可有疑点？除了天魔造成的致命伤，他身上的其他伤口是有些可疑。其他伤口？除了致命伤，金锁王身上的其他伤口多达51处，招招狠辣，几乎涵盖各家之长，很难想象是一个人所为。但若这是史上天魔余党所为，如此凶残而超乎想象的手段，似乎也还算合理。你可能还原伤口？难，纵使一世英豪，一丈十年，也只剩枯骨一副。我这庙廊中就是妙手回天，也不可能重现枯骨上的伤口，更遑论我还不会武功。我知道了，看来小兄弟已成了人意中的大忙人。你为何在此？本来要死，却偏偏遇上梅二先生，便在此。我和以探花在一世相遇，本妙南中在哪？给我出来！真奇怪，今天怎么那么多人来找我的？而且老大还都给把人给放过来了。看来你这杯酒今天怕是没时间喝完。小娃娃，你找我？你便是妙南中？你好大狗胆，竟然敢拒绝秦伯伯！秦伯伯，哎，原来是你们了！我不是早就回信让你们别来烦我？莫非只有你们那里有病人，我这里就没有？去去去，等过几天你们再来，到时我弄有空，也许会给你们走这一遭。你这个人好大架子，看我不把你给绑回去！哎，少爷啊，莫要无礼啊！梅二先生非常抱歉，着实是因为秦大少爷受伤太重，莫说是吃几天，吃饭连几个时辰都吃不得。为此，我们将人给带来，就在外头。你看，那又如何？你们的病人要紧，我这里的病人难道就不要紧？我先将他的病治好，我绝不替你们治。你秦大哥可是少林馆做唯一的出家弟子，林孝仪的儿子又怎么样？少林的和尚徒弟又怎么样？难道他的命就能比我这病人的命值钱不成？小兄弟，梅二先生素来只治他想治人，你别浪费时间，拿整件去找别的大夫去吧。由不得他，秦伯伯寄了信，我一来到这个破草堂，我要他治，他便得治。十年不见，看来秦老爷子的大侠病还是没变，只怕梅二先生真是一点也不想治。你又是谁？你凭什么对秦伯伯指指点点呢？我不是谁，我正是你口中那个不值钱的病人。好啊，不管是你或旁边那阴森森的苍白脸，你们可知秦大哥是被洛阳恶鬼所伤？你们还好意思挡路？妙兰中你还敢不治？阿姨是被洛阳恶鬼所伤？耶，你等等，你也被洛阳恶鬼伤了？所以才来治病？不，我来查案。查案？那先不管你，我先杀那个病人。我看你妙兰中倒是有空还是没空。竟然都被拦下了，招招致命。小小年纪就如此狠毒，长大后还得了？那又如何？我七岁就杀过人，杀个病人又如何？这一次你一定躲不掉。怎么会？又全部被挡下了？你究竟是谁？武功竟比秦伯伯和我爹爹找来的师傅们都还要高。你蛮不讲理，招招都想置于我死地，只怕将来长大又是一个鹦鹉鸡。哼，依我看，这小娃娃比什么鹦鹉鸡狠毒多了。鹦鹉鸡虽狠毒，却还不肯滥杀无辜。我看你不如把它给废了，整个武林将来又多了一个大祸害。迟早有一天，我这棉花草堂要被他伤的人给占满了。可他终究还小，若有人能好好调教，未必不能成大器。
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这什么剧情？我就问，这什么剧情？直接拜师？你这是？诚如师傅所言，徒儿一直未能得到好的调教。如今见师傅武功高强，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孩儿，恳请师傅收我为徒。此等心性，李大侠，你若要收，最好是考虑清楚，否则那是养虎遗患啊。你可是认真的？孩儿自然是认真的，绝没有恶心。好机会，都去死吧！嘿，小心！打中了，这就打中了吧？可惜你没死。你杀我，或许是以为没恶心神的病人死了，然后变回去自己的病人，这也罢。但你怎么能一眼也不眨，同时出手杀我身后这位与你无冤无仇的无辜之人？无辜？只可惜他也没死。不管他在查什么案子，他显然对洛阳恶鬼的事有一点了解。但这个案子是我想查的，光是他往后有可能会挡我的路，他就该死一死。你况且杀他还不是最棒的事，而是我早就知道你自命清高，自以为了不起，根本想不到我会同时偷袭你们两人。你手里那飞刀虽然好像有些厉害，但幸好你犹豫了，一把犹豫的刀便是无用的，不像我，我就是一把杀人刀。杀人刀？咦，你犹豫了，必须死，快啊！败了就必须死，败了就必须死。你败了，你是犹豫的刀，我是杀人刀。一把犹豫的刀与一把战败的刀一样，是无用之刀，若不杀人便得被舍弃。这是哪来的记忆？咦，还发愣，是吓住的吗？你就这么想死，那我也不客气的。你不可留。妈的，你说的对啊，我刚医好的病人又给伤了。这挖耳天心恶毒，豺狼之心留不得。不错，我本以为他尚有调教可能，看来是我想多了。如果你们知道我爹娘是谁，就会知道我便是把你们都杀了也没什么了不起，拿命来。所以是谁？是谁？凝神。被保护了。好。啊！你对我做了什么？为什么使不上力气？你背了他武功，我本不愿动手，正让他出手半点不有余力，甚至还想害你性命。什么？你好狠的人，竟敢废了我！不要活了！不要活了！不过那你以后无法随意出手伤人，否则是你这般心狠手辣，迟早必遭横祸。即使如此，那首无情的飞刀探花为何至今尚未伏诛？阿史，铁掌镇八方秦孝仪，今年跟李探花有过节的人，我倒怎么？原来秦大侠也来了。难怪这孩子敢恣意妄为，有秦大侠撑腰，还有什么人伤不得？只怕在下伤的人命还不及阁下的一半。秦大侠倒也不必太过自谦，毕竟秦大侠伤人性命是在替天行道，而在下伤人性命怕就是欺善凌弱了。哼，你还是一样尖牙利嘴，一派胡言。秦伯伯，你老人家还不出手替我报仇吗？云儿，若是别人伤你，伯伯只想替你报仇，但李探花伤的你，恐怕连你爹娘都只有认命了。但此刻你武功尽废，只怕也够他遗憾终生。为什么？他究竟是谁？来，就告诉李探花，那么你云儿的爹叫什么名字？
李探花这孩子的爹便是昔年李渊，今日星云庄的庄主龙啸云龙四爷。你说什么？不错，而他正是在你故居李渊里长大，如今星云庄的少庄主，你八百之交的龙啸云，你青梅竹马林诗音的儿子龙啸云。云儿，那则是你爹爹的八百之交，名动八表的天下第一刀李寻欢。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你爹娘都没办法了吗？因为你现在吃的、住的、喝的、穿的，就连你的父母的幸福，统统都是他给的。啊，他就是李寻欢。此时的李寻欢像一根木头，立在原地动也不动，仿佛没有听见四周的对话声。不知怎么，他又想起那年的初期。我走了。寻欢贤弟，我知道你定是有苦衷，才如此荒唐行事。你别走。夏雨，让他走，反正他的心早已经走了。不错，我的心也不在你身上。这次一走，我不会再回来。贤弟，你别与诗音赌气。我并没有与他赌气，我叫大哥。你一直倾心于他，但我是真厌了他。你别这么说，石英他也是很难过的。那就太好了，这会是我最后一次让他让你们难过。他怎能料到这一回来到来便伤了故人之子，铸下如此大错。他一步步走回厢房之中，坐回那张床上。龙小云不知为何也跟了上去。来秦孝仪，整件拿来吧，我替你儿子治病。哦，梅二先生，梅二先生先生，改变心意呢？我梅二能治天下百病，却偏偏治不好这心病。先将你儿子放到屋内吧。好好好，老夫这就去。又跑了。李探花，有些事该放下时便放下吧。战胜楼小，我记得在义泉出的小李飞刀的故事里面呢，也是有这一段也有演出来啦，但我是没料到古龙里面也把这段演出来。是你，你来正好，我才刚说没办法还原当年的伤口，没想到就有人送上门来。送上门？你来瞧瞧秦孝云他儿子身上的伤口。这伤口就和金锁娃身上的其中一种一模一样，只不过只是却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命伤。而伤口透着几分幽气，幽中带阴，阴中带刚，阴是一种很纳自己的武功。幽中带阴，阴中带刚。金锁王，你们说的金锁王，莫不是回焰峰事件后惨遭灭门的金锁王？不错，定是如此。他的虫儿康复，定不许带他出门了。为何？江湖上多少人，何必非要是我儿子去出这么大的眉头？劝得阴庄也少执着那些破真相，我总觉得这波江湖乱象，就你们给挖出来。原来你就是那名动天下的李寻欢。你可知，我此次来寻梅二先生，都是为了我爹爹，为了我星云庄的名声。那恶鬼在洛阳为恶多端，抓了不少富家子弟和美人。我的情从大哥不要，一定要抓他。
人家却中了奸计，林仲大哥也因此重伤，但那恶鬼一击未中便失去踪影。我爹为此大肆搜查洛阳，却是什么线索都没有发现。我爹本指望我送秦仲大哥来疗伤后，能继续在江湖上替他调查洛阳恶鬼的消息。如今你拖延我秦大哥治病一事，又害武功全废，你该怎么陪我龙家？你又怎么对得起我爹爹？说话啊，怎么不说话？愧疚了，不错，你的确该愧疚，这是你欠我的，欠我爹的，欠我龙家的。你动手在先，不是他欠你的。苍白脸，你别以为我每天武功就没法整治你。现在你们都知道我爹娘是谁了，你也最好别再碰我手上调查的案子。一旦有关，我就会查。李寻欢，你若真知错了，那还不替我杀了这讨厌的苍白脸？小云，我伤了你，确实是我的错。但冷夜中的目标本是要查火焰峰事件，与你并不冲突。你往后也别为难他了，我欠你的，我一定会还。你想要别的，只要不是无辜杀人，我都会答应你。好啊，李寻欢，你一开口就替他说话。该死的李寻欢，该死的冷夜中，我一定要想办法治你，对你们两个。有了，我今日既没法让你不查案，那我就让你们查，但得要是替我查案。我不替你查案。那么我瞧你和李雄关系可好，若我让你喜欢李寻欢替我查案，你当如何？不如何。那就对了，李寻欢，你说过我想要的除了杀人你都会答应我，那么我就要你去仁义庄替我当个小庄客，但凡见着他们获得与洛阳恶鬼有关的线索，你便得主动来将成果奉送于我，而后由我和我们星云庄在全江湖面前破案。当然，若他们还真查出那多年悬案火焰峰的真相，你也得把真相带来给我。你做得到吗？我怎么样？你若年而有幸，就是跪着趴着，你也会想办法去做到，不是吗？不必如此，仁义庄本来就要他。我，陈宇兄弟，十分抱歉，往后你我，抱歉。仁义庄要你就好，那你还不快爬过去？等得到了消息，再来星云庄找我。可是你娘，她，五娘，不，没什么，我会替你在外面调查清楚。哼，这是恶毒的蛙儿，李探花。话这种说完了，便先让龙小云去里头的厢房去吧。多谢梅二先生破例照料小云。不谢不谢，我也不算破例，现在无法根治你的心病，但替你缓解缓解还是可以的。下次一定替梅二先生再谈陈年家引来。好，呵呵，就等李探花你这句话。另外小伙子，我有样东西早该给你们家冷氏兄弟，你这趟且替我带回。妙妙丸图纸，这是我棉花草堂的药方妙手空空丸，还有一些药材，你也可以自行采集所需的药材来合成。正如与探花所约定，我早年曾答应你冷二先生要将这个方子给他，但是到每况愈下，江湖各处皆在用药之时，而我俩也未再联系，便淡忘了此一承诺。如今我梅二先生想起来，该给的可以玩，不能少，给你也和给冷二是一个样的。我知道了。好了，此间事了，我先替人治病去。是我和小兄弟你的，小兄弟，方才的事你不必当真，但冷一庄是真的要你。冷二先生虽曾邀我，但此一时彼一时，为小兄弟所知，小云所托的是要我加入仁义庄，并带走你的成果。由他作想，我绝对不会如此待仁义庄。那要如何？那又如何？小兄弟，我反而有些不懂你的疑问。我的意思自然是我绝不会让仁义庄无辜了。仁义庄无辜被卷入，为了白费力气前功尽弃，
查出真相便不是白费力气，但若是我在，那真相终不会属于仁义庄。我不在乎真相属于谁，但仁义庄会查出真相。所以你已经知道一切，还是希望我加入。你武功不错，仁义庄正缺人手，我武功不错。很多年没有人这么夸我了，因为你的刀犹豫了。小兄弟说话的方式总会让我想起一位朋友，有机会一定要介绍给你们认识认识。这位朋友应该就是那个，是阿飞吗？他的剑很快，像飞一样，再给他三年必定会成为天下第一的剑客。你们很像，你们毫不犹豫，这也跟少时的我很像。那也许有天你们也会发现，毫不犹豫的刀剑是有极限的。我知道了，那小兄弟都是准备好了，我们便离开吧。金丝甲，等一下，这边走。我记得他家谱是铁船甲吧？我记得。返回仁义庄正殿，以上事发如此。原来如此，不想这竟然是如此错综复杂之事。关于此行所得，你可需要现在与我梳理一番？需要，不错，挺正是好事。正因此行错综复杂，不如由我将脉络再梳理一番。你此趟仁义庄本是验证儒家千金少儿的天魔阵子。来上江湖寻找梅氏兄弟库外的九羽化，一宿顺利进入当年协助办案的梅花草堂，向梅二先生询问旧案细节。过程中你遇上之前婉拒与仁义庄合作的楚留香和陆小凤，发现他们各自怀着与你一样的心思，都有心追查金家灭门案的疑点。这次的江湖重逢奠定他们愿意与你合作的基础，才将九羽化托付给你，约定由你至梅花草堂探案，和他们将在打理完各自手边要紧之事后来的仁义庄相会。而你虽没能在梅花草堂问出更多旧日办案的细节，却遇见被梅二留下来治病的李寻欢，并在制止星云龙家之子龙小云的恶行后，得知他朋友秦仲近日遭人打伤昏迷不醒，而他的伤势与新年金锁华身上的另一道难以分类而未加记录的伤痕相同，因此龙小云以故人之情要挟，硬废去他武功的李探花与同谋伤害他的仁义庄配合，在他追踪伤他兄弟之人的时候，由我们同步重新调查金家之案，但若有所得，必须算作他的功劳，这便是你至今所得的成果。是，这龙家之子年纪轻轻。却善妒世态，更懂得打蛇随棍上，绝非一般角色。要知道杨南京家灭门一案，17年我纵览江湖乱象，由其中敲出与回云峰事件密切相关的大小一样后，号令仁义庄上下一心调查的重点案件之一。这些重点案件都发生在回云峰事件后2年内，共同特征一致，受害者皆发生并未参与回云峰之役的事件。二是他们都像新年武林盟主一般，都是毫无先兆的一系灭门，连人未见动静，家门已无活口，没有一个人活人能出面提供线索，更遑论指认凶手。我列出这些具有共同性的案件之后，发现他们并无一发生在重复的时间，
且案发时间、地点彼此连贯，仿佛有一名 无影高手在秋后算账，接连收拾未曾上苍受命的残存世家。我当时以为不能真的寻此线索揪出一名凶手，他必也与火焰峰事件密切相关。然而我错了，这起疑案虽一桩比一桩古怪，却全都是不相干的独立犯案。雷印庄成功破了火焰峰事件后，所有离奇的疑案却也因此失去火焰峰事件唯一一个可能的线索。因此去梅花草堂虽没能确认天魔阵子是真是假，却证实雷印庄与梅花草堂当年掌握的线索偏颇。无论要将天魔定罪或是找出真正的犯人，我们都还需要更多的佐证。而若替杨家杨南金家这案找到新的证据，与他当年与回焰峰事件相关的程度，或许便能也替回焰峰事件的调查找到全新的突破点。仅的藏宝图之外，有可能是回焰峰事件的故技重施，也可能是模仿放火所为，或是掩盖其他乱世的障眼法，必须持续观望。一旦收得铁证，才能断言他与回焰峰事件的实际关系。在新年便已重重疑点重重的金家灭门之案，此刻是一定要重启调查。而那龙小云这次火焰峰一案于江湖的地位，这是算准咱们必要重查旧案才攀附上。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虽招惹龙小云，却也因此得到李探花的助力。我本以为你无情无感，在江湖上若不与旁人互动，也不插手无关目标之事，难免要错过许多可能性，但你却能与我留不住的几位大侠结交，更将他们带入庄内为庄客，这句实在不错。接下来还是由你与你的新朋友一同走访杨南金家当年的事发旧址，重启金家灭门之案的调查。若真的因此找到回焰峰事件的契机，至少你我或可不负故人之命。我知道了。哎，对了，真的调查很重要，但适度的休息也很重要，以及协助我打理庄中杂物也很重要。这方面你带我去找王二代问问吧，他的应该在大门广场附近待着。我知道了。还有，你这次回来庄中多了不少新面孔，但李庄以前可四处走走，让他们多多交流。若身上有礼品，不妨通过镇里来和女性朋友增进感情。毕竟说话的方式，我看不如送礼来的好。好，离开之前，这东西拿去。这锻造图纸是你带回来那个赵老二研究出的，他似乎对锻造自己也一次颇有天赋。往后我也让他继续研究，如有所得，我会在这交给你。待会你也去找他熟悉一下龙柱之策吧。若能学会，应能对你江湖之情有所帮助。我知道了。尽管大哥向来会在门口那个枯树前赏花，你若有空也可以去找他，与他说说话或试试招多好。或许来自旧案的消息，能让他想起一些重要的事。哎，朱七七可以送你啊！好，你来了，我来了，你是守信之。何以见得？因为你来。或许吧，在我加入以前，大家还有一次好奇。我的身手不是沈天君传的，我知道，但我还是很好奇是谁传授你武功。沈天君令我远离争斗，不要动手，因此我不会武。所以你至今所得，莫非都只是学得比旁人快一点，又多了一点点的幸运？只是听命行事。那么，那为了当个守信的人，在下或许也不妨试试你所说的听命行事。哎，这江湖上到底哪个无聊人士开了必须守信的先例啊？哦，陆兄，你也来了，来是来了，可巴不得快快解那火焰峰的大案，快快回家蒙头睡大觉啊！但这个案子，只怕正是陆兄素来讨厌的大麻烦。讨厌又怎么办啊？麻烦也没办法。只怪我陆小凤生来就不该交什么狗屁朋友，一个一个全都是大麻烦。言下之意，咱们已是朋友了。你我若不是朋友，我早溜你个片叶不沾身。朋友，小老弟，你交个朋友磨磨蹭蹭的，难道在考虑朋友是什么？为何要交朋友不成？
我告诉你，交朋友就不为什么，你在这，我在这里，他们在这里，这就是朋友。我知道了，先这样吧。既然一时三刻离不了这鬼庄，主公子，等我晃晃去。好，简而言之呢，这些人呢，就是一定会加入啊。那看起来应该是不会有花无缺的。好的，然后这边就不配了，反正就是开启锻造功能。雌黄。哦，百炼剑，我也想遇到你，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剑邪，喂喂喂，喂喂喂，不要对剑邪不礼貌好吗？你们各位，像这个有一个洞，这是可以龙柱这样。侧门的风墙，哦，哦，他也是庄客，叫老二，增益效果。好，然后冷大的话是可以练手，然后有招式跟感悟的组合。好，我们按一下练手会怎么样？练手就直接来。逝者意，唯有生者可以改变。哎，他是不是很强？好好的，像我这么可，或许。在下还有一些承诺，也该履行了。可是，而且都过快一年了，你知道吗？很久哎、欸，应该是打不赢啊。踏月，哦，潇湘五绝。没办法吗？看不到。挑眉。然后凤吟。哎、欸，他不会反击哦。那么欺负他好吗？楚留香，你要这么帅吗？哎、欸，可以把他打赢包怎样？我以为是打不赢的。哦，不行，打不赢。好、啊，那可以走了。他血会自动回满。哦，好，刚打完了，什么都没有。你在耍我是不是？好了，大家都这样，我们今天这一集到这边 ，OK。